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面料的供应商小刘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是涤棉的，卡通印花面料。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这是一款涤棉的面料，它采用的呢是我们一个卡通人物这样的一个印花，工艺类型啊。这个面料呢，它一个材质呢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它这个工艺呢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它一个制作过程呢也是非常环保的一个工艺制作。然后我们这款面料呢，它可以用于非常多一个场景一个用途啊，就比如说它可以用于我们一个窗帘啊、服装以及它一个裤子这些一个用途都可以去使用到我们这个面料。这款面料呢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印花，它是有非常多一个卡通人物这样一个印花组成的一个面料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可以在我们一个描述下面。它里面放着我们一个产品的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点击那个链接，然后去进入到我们的产品，然后进行购买啊。然后我们呢，现在是在 ETSY 上面呢去售卖它一个产品的。我们店铺还有更多的一个印花类型的产品，大家可以去查看我们店铺，然后找到更多一个产品。